猜这个是什么啊？我给你们来一个看一下啊。哎呀，上面有点红了，好像。这个是变异了的牛油果。哎呀，这个核可不小啊！啊，尝一口吧。牛油果必须配什么呢？配酱油吃。嗯，跟那个小个子牛油果是一个味儿的。哎，这个牛我吃起来可太爽了。